投资两百四，卖五百，这个对本，我看。好，来来来，黄瓜烧吧，来来黄瓜快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快点，笑什么？快点，烧吧烧吧，快点你扫啊！黄瓜第一了，扫啥？快点扫啊！二十一份嘛，笑什么？找水。啊？付现金也可以。现金可以。快点快点。现金。快点的，快点快点。没有。那就付现金，给现金，现金。现金。是的。来，给现金啊。嗯。走。快快快，来来来。没钱啊。不是，我也搞现金。支付宝。现金都可以，抖音也可以收账，快点。嗯，那我身上只有四五啊，我靠，十五那可以，从你的那个存款上面减五块，你存款还存了啊？有没有？四五百。扫码扫码吃饭，实在少，实在少。快，快，上快，你们怎么还没拍？拍了。你少了，你可以付到口袋里。扫码吃饭，对。我已经给了，哪个说不付啊？肯定要付，不付不付了，怎么可能让你们吃的？开玩笑吧？没有白吃的，哪有白吃的呀？对，没白吃的。好，你看是吧？没，看付款成功没有？我也没装喇叭，成功是吧？没，好成功了，黄包成功了啊，兄弟们啊！没有白吃的，快点，小胖，干嘛？好，不吃就不吃拉倒。这次不是了。第一个顾客啊，二胖啊，排骨一块二块，三块四块，我给你多打点肉了，搞就给他搞个六七块，嗯，还给你搞块肉，嗯。胖哥来呀、啊！好、啊，我就这样。党参、枸杞、红枣、黄毛，吃了你晚上保证你睡不着的。再干那个。胖子老想吃免费的。这个人真他妈一天几天都没有，八十块都骗我操！你别扒了呗，人家有的人十块钱都骗。是不是黄毛有没有这种事儿？出摊了，出摊了，兄弟们，搞钱呐！那个母鸡茶树菇汤，好，投资两百四，卖五百，这个对本，我看。收摊后，我统计了一下营业额，总收入180块，让我大吃一惊。不管咋说。就算10个人有10个人不相信我会成功，我自己还是相信我自己的。